你们谁若是能把陀螺顶到白雪的身边，就可以当她的姐姐了。我贝尔要成为白雪的姐姐，这样我就可以天天欺负她。你们可以啊，卡松六六六给我贝尔加油。我的小陀螺转起来了，转起来，它去找白雪，转转转转啊转，转转转转。哎呀，怎么才转到这里呀、啊？打开我，灰姑娘了。贝尔，你总是欺负白雪，我灰姑娘和白雪真的有点同病相怜。我好想和白雪成为姐妹，这样我就可以爱她、疼她、保护她了。我一定会和白雪，我们互相帮助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大家快发送小火苗给我灰姑娘加油！灰姑娘敬你，还想和我抢白雪，门都没有！贝尔，你总是欺负白雪，小朋友们肯定会同意我和白雪，我和白雪成为姐妹。我们两个虽然都没有你厉害，但是相信我们两个加在一起一定会变成强大的自己，一定不会怕你的。哼，灰姑娘，你啊想赢过我门都没有！我现在就把小火苗给你藏起来，我就要看看谁敢点小火苗送给灰姑娘。贝尔，你啊就算把小火苗藏起来了，我的小粉丝们可聪明了，他们一定可以看得见点得动。瞧瞧，小火苗已经飘起来了，就在这里像小树叶一样，点一下屏幕上面就会飘一个红色的火苗。我现在要开始转陀螺了，三二一，小火苗千万不要停！嘿，帮助我和白雪成为好姐妹吧！嘿，小陀螺快转转转，转转转转转转转，小火苗不要停，小陀螺也不要停，我找到白雪了，成功了！好，这个灰姑娘太妙。哎呀，我的天呀，这是谁家的熊孩子呀？竟然把辣条都不放在了树上。哦，这闻着还挺香的嘛。哎呀，让我来尝尝好不好吃。嗯，还挺好吃的嘛。那我再来吃一根。嗯，好吃好吃。还剩下最后一根，我也吃了吧。嗯，好吃好吃。哦，妈妈，你吃了这么多，不辣吗？啊，妈呀，好辣好辣呀！水水水！哎呀，你个熊孩子，你为什么要提醒我呀？哎呀，辣死我了，辣死我了，我要去喝水。那就快吃吧，吃，一口一口。老鹅，你在这里做坏事，是不是又想骗小朋友？